2023最新科幻美剧《曼达洛人》第三季强势来袭，硬核的科幻元素以及无数外星种族生物，绝对让你眼前一亮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老费和尤达宝宝姑驾驶飞船来到内瓦罗港边境星域之珠，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外星生物，他们过得惬意又自在。这一幕幕和谐的景象让尤达宝宝看得应接不暇。很快他们就走到了一处广场中心，一座熟悉的雕像出现在两人面前。You remember your old friend? 谷谷看着曾经的好友2G11变成了眼前的雕像，心里感觉到一阵悲伤失落。就在两人感伤之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。I heard you were back, but I didn't believe it. Magistrate Karga. Come, let's catch up on old times. So good to see you. Welcome back.卡加上太守热情地把两人邀请进屋叙酒，上太守表示可以给老曼在温泉边上安排一块最好的地给他，让他和谷谷可以住下来，不用再碰爆能枪，从此过上富足的日子。但老曼很快就拒绝了上太守的好意，说出了自己曾经脱下头盔成了叛教之人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机器人管家突然出现，打断两人的对话。管家通报又外客想见太守，太守对突如其来的打断很是不爽。It can wait. 但当他听到外来人是海盗时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